个邻居，这是比较典型的埃及的一个房车，像类似于我们大客车吧，这种车呢，在美国采用的这个形式也比较多，一般的情况下是，大人带孩子，也不一定，这个各种情况都有。这是我的房车，我的拖头和房车，这是我们比较典型的这种配置，而且在房车营地的设置呢都比较简单，把它放下来，然后接上水，接上电，接上下水，也就算完事儿了。这是一个 C 型的房车。这 C 型的这个房车呢，一般老美他们用起来的时候都比较专业，而且他们的这个现场的场地的布置比较复杂一些。比方说他们一般把遮阳棚拉起来，门前呢一般会有门廊的垫子，和这个户外的这个椅子桌子啊，包括烧烤炉这种配置，这是比较典型的C 级的房车。这个就属于比较大的第五轮了，这个我看了一下，这个第五轮应该是在35尺到40尺的样子，比较大型的。那么你看它的这个下水的这个设置呢就比较专业化了，就搞了很多，而且呢有一些这个下水的管道的托架，它会为了下水更顺畅一些。这个是比较典型的拖挂房车了，这种房车呢在我们国内也是见的比较多，也是比较普遍的，只不过这边的拖挂会相对的长一些，这个拖挂应该是在27、28尺的样子，也在拖挂里头也还算可以。那老美在设置外部的东西的时候是琳琅满目，各种花样的东西都有。比方说这就有一个外部的一个蚊帐，那他把这个餐桌椅啊还有一些东西啊就放在这个蚊帐里头，他们经常在这个蚊帐里头进行活动。那为什么老美的房车一般情况下都比较大呢？是因为他们带的东西确实太多了，各种椅子啊，各种支架呀，各种辅助的设备啊，露营的装备啊，餐饮炊具啊，各种东西啊，真是太多了，太多了。看这个红色的这个小，类似于跑车的这一架，那它因为是一个 A 型的一个大车，这是比较典型的配置。那么看它的右侧，它的右侧是一个小木头房子，他们经常这样，然后在一个地方住的时间相对会多一些的时候，他就会在现场添加一些他希望这个得到的或者是希望有的这个附属的设施，这个特别有意思。这个老美他们确实很专业，比方说这个正在拖着这个五轮进来的，那他呢就是要下来了之后，手机上应该有一个软件，他先把这个营地的那个东西拍一拍，那他拍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测试一下现场的那个高度啊，其他的东西现场会不会有树枝啊或者阻碍他进入这个营位的。我们来看这一架这个五轮的这个房车，那他会在他这个进入入门口这个地方呢搭了一个这个脚踏的一个台子，然后呢在他的右侧营位的右侧呢，然后搭了一个这个算是户外的一个凉亭，带蚊帐的一个凉亭，然后设置了桌椅，他们会在里头玩啊，看书啊，或者是开 party 啊，或者是喝酒都会，所以这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那看这个营位，它是一个拖车，它有这个往上这个灯塔的一个脚踏的一个台子。另外啊，它在它的这个营位的旁边呢，搭了一个帐篷，帐篷下面有一个小车，这个小车呢，就像类似于高尔夫球场的那个电瓶车一样，他们这边通常也会是电动的。这样的话呢，有的时候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啊，他们是拿这个车来做周边的有一些拓展，周边溜达溜达，或者是周边去买买东西啊，比较便利一些。我们再看一下，看他接的这个下水，比较密集型下水，然后底下是一个那个托架。然后把这个下水道引入到，把这个下水的管儿引入到下水道里头。那同时，在这个房车的右侧，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它的一个皮艇，一个皮划的一个皮划艇的，类似于皮划艇的东西。这个拖车后边那个爬梯上头，它改装了一个卫星的一个接收器，这个卫星的接收器十分之强大，而且很贵。这个老美是比较喜欢这种东西，不遗余力的去花钱去搞这种东西。这个各种各样的收到各种各样的电视。他们经常在把这个营地的水接入到车里之前，那他们会在这个地方装一个，这个叫过滤器吧，它是物理性的滤芯的过滤器，能够起到很大的这个作用，对水的这个净化。这个除了在它的这个入口的地方搭了一个架子之外啊，看它旁边啊，发现了一个超级大的烧烤炉，烧柴火的、烧木头的一个大型的烧烤炉，烧烤车了算。它也是带轮子的，在房车后面进行拖着的。这个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这个烧烤炉？这也搞不太清楚。老美就热衷于这种户外烧烤。这也是一个 A 型的房车。这个房车本来已经就够大了，大概有40尺长，可是他在后面还拖了一个拖挂，一个拖箱，他到底有多少东西在里头装，不知道。那在美国这边呢，那个有一些比较好的，像环湖湖边呢，像这个比较好的这种营地，通常会有这种极端的这种露营者。比较极端了，可能算是一个比较长租的一个客户了。那他们会通常搭这么一间房子，那这间房子里头呢，那主要还是用来放置物品，他们有大量的这个物品要放里头，还会有一个这个像类似于刚才我讲的，电动的那个小车，他还在右侧搭了一个这个凉亭，而且呢，这个还布置了一些灯光啊，晚上一闪一闪的，很漂亮。它还在地上，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卫星接收器。那其实这个卫星接收器是解决什么的呢？不是解决看电视的，它是解决网络的。它通过卫星接收的方式解决它的互联网接入问题，这很厉害。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再看一下，我转到了这个烧烤车的这个旁边，那这个烧烤车应该是他自己焊的，这个太牛逼了啊！有这个两个比较大的炉口的这个炉子，烟筒。哇操！那个炉子的那个，我们看的圆形的立起来的那个地方，应该是一个锅炉，它可以烧开水、烧热水、洗澡啊什么的。那后边
是放木柴的这个东西，这个比较厉害，这个太专业了。那刚才在前头没看到，那在后头再看一下，那它还有一个水上摩托快艇，这个房车是一个拖车，可是这个伙计是比较厉害了。看他的这个装备啊，他这个庭院的这个布置都出来了，而且他的装备极其之全，全地形车、烧烤炉几个，凉亭啊，各种地面的灯光灯带都有，包括外部的香炉都支起来了。这个房车不大。而且，房车也很旧。可是呢，它的这个营地的旁边呢，布设了很多小东西，特别富有情调。可能有小孩子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其他的这个特殊的这个人群。这个房车也是一个拖箱，可是这个拖箱呢？可不是一般的拖箱，这个拖箱号称叫太空舱，是一个全铝的房车，极其之贵，大概25、6尺吧。这个房车应该在8万美金的样子，可以用100年至少。这个俨然是把房车营地当做了自己家的后花园，哎呀，一堆的东西全部搬出来了，我刚才看到还有烧烤炉、烧烤架，好家伙，好几个！这是老美多么喜欢大自然，多么喜欢这个外面的这个生活。是一个放船的码头钓鱼的船啊，或者是游玩的快艇啊，这样的船，这个小架子，应该是收拾鱼的地方，专门钓上来的鱼啊，或者是捕捉的其他的这个水产类的东西，在这里进行收拾。那要把这个其他的这个垃圾类的东西都留下，收拾完了之后只带走可以吃的。那还有一些。营地里头，他们那个比较喜欢的，也或者是拖着游船的，那他们就会把快艇啊或水上摩托啊，那也停在这个公共的这个放船的这个区域。这个 A 型的房车，它携带的这个地上的这个接入的这个。绿色的罐子就是一个专业的一个滤水设备了，这个设备就比较贵了，而且它的滤水的效果也还是比较好的。正在开走的这个 A 型的房车，是房车里面的劳斯莱斯。这个车超级长，而且配置相当豪华，在今年发布的最新一款的。这个品牌的豪华的房车里面，它竟然标价了59万多美金。看，这是其中一个房车营位的后边，那它的各种的生活的设施、娱乐的设施、休闲的设施、餐饮的设施，在外头一字排开，一应俱全。发现了一个彩色的小拖箱，这种小拖箱比较多也，大概有18尺到20尺的样子，比较个性化，里面的设施，这个装修的风格通常是复古的，也比较实用一些，比较单薄一些吧，像比较就是比较轻，可能有一些。稍微大一些的 SUV 是可以拖得动它的。我右侧的这个白色的这个小
托箱啊，大概有12尺左右，很小。像这种呢也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它托起来的时候比较容易一些。里面可能就是解决一个吃饭的，做饭和睡觉的问题，所以呢，它功能比较单一一些，就是它量比较轻，一个 SUV 甚至有的轿车都可以拖得动它。听说是有一些单身的这个人，或者是单身的女人，生活比较简单一些，那他们通常会采取这种方式。这边有一个 C 级的房车，带拓展的。像这种房车呢，一般在这种大型的露营地里头就比较少见了，比较少一些。这个第五轮的露营的这个装备啊，算是比较牛的了，因为它在接水的这个问题上，它用了一个应该是3级的过滤，用了一个3级的一个过滤器来处理这个水，然后旁边接电的地方有一个专业的设备，应该是一个稳压器，把它接入到房车里面去，这是比较极端的。这是我的这个邻居，两口子带了4个孩子。这个没有搞清楚，他们现在也不是假期，这些孩子们的上学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因为你经常会看到这种一群一群的孩子在营地里头快乐的生活的。